我要有心理建设，快快！救命啊！啊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晚上好，亲爱的朋友。对，我们两个现在打算做一件事情，你们猜是什么事情？夜深人静，对，长夜漫漫，是的，该如何度过呢？凌晨1:03，你就来看个鬼片，尝试一个挑战。你以前看过最恐怖的鬼片是什么？鬼玩人。是哪里的？啊，美国的。美国的。嗯。哦，你呢？红衣女鬼。听起来像烂片。其实后来看觉得是挺烂的。嗯。然后，但当时对小时候的我也是造成了极大的阴影，都不敢洗澡的时候都不敢闭眼睛。嗯，对对，我小时候也是啊、嗯，对，就是不，我现在也是。他为什么要往外看？一般开头不会有直接开始的。过分了吧？大家并驾齐驱。没到这种时候啊，大哥。你这样抱怨好吗？那边发过来是一张你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？为什么？笑声缓解一下尴尬。但凡再多一个人，我们也不至于这样。你为什么也这样子？你为什么学我？近视眼吗？你的哭声好恐怖啊！什么？你这个到时候真的剪辑不了吗？赶紧啊！你帮我剪了。我觉得第一部这个故事没有办法避免，对面那个人要寻死你，刚好又在那辆车上，嗯，对吧？第二个故事是什么啊？告诉我校园暴力事件，对你不能去欺负别人。第三个故事是溺水事件，好兄弟就要永远在一起，是吗？整整齐齐。但是我觉得要跟你绝交。没有啦，就是学会游泳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这样你会游泳吗？会，我不会，绝交吧。救命啊！小才的黑暗面释放出来，我什么都没做。你什么都没做，打开灯让大家看一下你在干什么。救命啊！有时候好笑。在哪里？